专家教授横行，著名经济学家毛女士说，别拿我交的税去造航母。那马上有人说了，你那钱去造公共厕所去。北大中央管理学院前院长张维迎教授说，穷人上不起学是因为学费太低。这是教授吗？他没逻辑啊，他本来就上不起学，还因为学费太低，是人话吗？说的话啊。北师大教授董攀跟那个学生说，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，不要来见我，我别说是我学生，这毁人毁道了。你自个儿有4000万吗？你有4000万，那我问你，你的收入合法吗？没资格来见我，还以为你谁呀你。